IX 功能介绍，画面管理员，请点选快速存取工具列里的检视，再点选画面管理员。下方画面编辑区即会出现画面管理员页面，如画面所示，本范例是将换页的按钮全部集中在背景页，因此会出现由背景页指向各页面的带箭头直线。如需增加页面间的关联性，可以用滑鼠拖曳的方式来建立，如画面所示，当需要由 DIO 页面增加一个换页按钮来切换到 Timer 页面，请将滑鼠移到 DIO 页面，按住左键不放，并移动到 Timer 页面。完成后，即会增加一条由 DIO 页面连接到 Timer 页面的直线。再点选 DIO 页面后，即会在该页面的左上角出现一个新的开启画面动作按钮。IX 的画面管理员可用来规划及显示画面间的关联性，是开发专案时非常好用的工具。